起步即与世界同步，超越聚焦全球目光，小进机械以卓越以诚信缔造行业典范，成就辉煌传奇。小进机械秉承小进精神，以成立业宗旨，以现代化管理模式，一流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全力打造国际品牌，为全世界各地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早在2006年，小进机械就取得了 ISO 9000认证及欧盟 CE 认证，成功打入欧盟市场，并呈辐射状进入世界各地，产品畅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27个欧洲国家，遍及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韩国、赞比亚、蒙古、台湾等70个国家和地区。小进机械，中国唯一年销售额过亿的机械企业，巍然屹立世界品牌之林。品质源于精益求精的追求，源于自始至终的理念贯穿，那就是小进精神以成立业。小进集团自创建时就设立了一套独立行使职权的质管质监体系，总经理作为质量第一负责人，亲自把关生产，每道工艺都坚持质检制度，对关键工序实行首检、中间检、完工检的三检制度，确保关键部件及整体机械设备的绝对质量。在小进集团，每个员工都把企业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保证所有产品都是合格品，不仅让客户享受到产品本身价值，而且让客户感受到产品之外的附加价值，将完善的服务贯穿售前、售中、售后整个服务流程，得到了世界机械行业的认可，也赢得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客户的尊重。小进集团坚持以创造完美产品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从产品的设计到使用，都体现着品牌的资产价值。各种功能和型号的产品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以优异的性价比享誉业内。坚持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是小进品牌长青的驱动力。小进机械拥有一支高级工程师和设计师组成的研发团队，团队立足自主创新，高瞻全球，以国际化的开放思维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超越，与业内尖端研发同步。小进机械引进国际最先进的核心生产设备，采用国际标准优质材料，拥有精密数控机、立式加工中心、高精度工具以及三维接触性测量机等设备组成的一流生产线。按照全球不同的个性化要求，公司所有产品均使用 CAD 辅助设计，广泛吸纳多方研究成果，全面导入计算机辅助制造，使产品的外观、结构、内在品质再创新高，确立了在业内的竞争优势。由石家庄小进机械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和进煤集团宏盛科威有限公司会同国内数支锚固剂行业的专家，
经过不懈努力，大胆创新，于2009年终于联合研发制造出全国产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树脂锚固剂自动生产线。它不仅填补了国内该制造行业的空白，还打破了国外设备在中国长达20多年的独家垄断，为我国矿山支护行业提供了新一代全新装备，使树脂锚固剂的生产技术水平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在我旁边的锚固剂生产线是我们境内集团宏盛科学公司与石家庄小晋公司历经3年研制成功的全自动锚固剂生产线。该生产线呢，完全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这个生产设备的垄断的局面，实现了国内这个生产自动化装备的一个空白。2011年呢，我们公司的生产产量达到了1000万只以上。在我们新规划中的工业园区，我们将再增加4条生产线，实现8条生产线运行的模式，争取实现亚洲最大的锚固剂生产基地。该生产线全部使用 PLC 程序控制，生产操作过程由大屏幕图像模拟动画显示，采用人机对话，手动自动任意调节。从石粉、树脂、过氧化苯甲酰等原材料开始，按标准的生产配方自动搅拌，通过不同的管道连接，直到子母袋一次成型，双组分定量灌装，双卡封口自动剪结，装箱封箱至整箱入库，从工艺控制到周边工作环境，远远超过常规生产厂家，真正实现了树脂锚固剂全自动生产。灌装机的薄膜运行速度每分钟16米以上，2335规格的产品每分钟高达46只，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它精确的定量、整齐划一的长度、漂亮的外观，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同时也为矿业安全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很高兴啊，我们与石家庄小晋机械厂合作的这一台锚固剂自动生产线，这条生产线呢，目前在全国呢是第一条全自动生产线，从改料到这个包装入库，全自动生产，也是实现了我们这个锚固剂自动生产线的这个国产化的全国第一。目前看，这边还是最先进的。另外啊，我们和他们合作很愉快，我们也感觉到很欣慰。小晋机械开创了该行业技术装备在中国制造的先河。针对国内市场的不同需求，小晋机械同时推出不同档次的自动生产线和半自动生产线，它同样受到不同用户的积极评价。我们这个设备是2010年7月份购买的，已经使用了，正常的使用了2年，全部是女工操作，正常的运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产量，改善了工作环境。现在是一天的产量是500箱。2008年是8月份，我们这个引进了那个美国的杜邦公司的年产600万只的锚固剂生产线2条，我们主要负责神华生酮煤炭公司19个矿井，19个大矿都是1000万吨的矿井，这样以后就需求量增加以后，我们2014年3月份以后和这个先后考察了国内的好多厂家，包括小晋公司在内，包括美国这家公司的原来的代理商也在内，进行了洽谈，
最后呢，我们选择了河北小金公司引进这两条这个树脂毛公鸡全自动生产线。我们认为呢，河北小金公司确实是将科研、小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一个产品制造企业，合作以后优势能互补。这样以后就既能改变我原来的半自动的毛公鸡的生产线的状况，那么又能呢体现了现在全自动的实现这个毛公鸡全自动生产线这个目的。目前呢，我们引进的这两条生产线，运转呢是生产运转是很正常，生产效率和效益也得到明显的提高。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时大大的减轻了员工的劳动强度。减轻职工的劳动强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最起码不用人工剪脚，人工在那装箱，引进的原生产线上就减轻了10个人。效益的提高，那么自然而然就是它的产量明显提高以后，这就同时增加这个单位的产值，也就产能。设备到场开始安装调试，剪接系统整个调试好以后，和我原有的两条美国进口的自动生产线相比，它只到了 KP 机的包装，没有后续的剪切和自动包装系统。这两条线的安装确实让我感觉到自动化的好处，小金机械公司的技术和它的能力确实是行业里面的标兵。自从今年和小进机械公司合作以来，毛公鸡自动生产线的自动剪切、自动包装的加入，才真正实现了毛公鸡全自动化的生产。山东雁鑫公司是中国规模最大、装备最精的毛杆植物材料专业化生产企业，拥有先进的毛二钢热轧生产线、毛杆生产线、毛派生产线、W 钢带生产线、金属定量生产线和搜救器生产线。2014年，与小金公司合作新上全自动毛公鸡自动化生产线2条，为国内最先进、山东省第一条全自动毛公鸡生产线。此道生产线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环境，保证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了公司植物产品始终处在国内领先的水平。我们新疆矿源公司是一家纯民营企业，在2013年投资280多万元引进这条毛公鸡自动化生产线，整条流水线在搅拌、双组分定量灌装、打卡、自动剪切全部都是由 PLC 电脑控制，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条生产线我们只有2人操作，生产效率也非常的高。现在2335的产品每分钟产量是50只，60的产品每分钟32只。这套设备让我们在保证所有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使毛公鸡的挺拔度及两端渗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条线让我们产品在市场竞争力增加了更多的筹码。目前我们也是全疆唯一一家使用毛公鸡自动化生产线的厂家，我们近期考虑再增加一条生产线，把所有压力罐设备都淘汰了，实现所有的产品自动化生产。
从采用了这套自动生产线以后，我们的职工劳动强度降低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工作环境改善了。过去有18人干的工作，现在有4个人就可以干了。我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闵小进先生，欢迎广大的用户来我厂参观指导。我们将以百倍的热情和努力，满足你们的需求。谢谢。